老师傅跟旁天来对，所以你现在抓奸呢？张正南，连你换鬼魂也换鬼，我跟你死心，我跟你家庭。叶芳，你听我讲。你什么人讲啊？刚刚我请你死心，口口跟你的婚姻对你来讲，几天把给打拢无？什么？什么情？情形啊？没有，你来接车。那天外遇的对手，洗衣。王雅婷小姐，嗯，恭喜你哦，你五星啊，哇，五星！叶婚姐，不是讲我伫个车顶，奈到今嘛未找着。咱差不多要结束咱正经约束。你哪会当讲结束就结束？这不是你讲切就当切。我今番嘛唔知影，那是咪做啥物对不起我的代志啊？妈，我绝对不准你嫁给成安，我跟小兵那是爱袂了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你别就是说你这样就没事情，我会让你王家所有的人为着你付出代价。这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，一切都要结束了，我当然也会珍惜。我现在有母有子，就算更不甘，我也是要放弃。妈妈，你还记得大哥婚礼当初你现大哥底牌的那个啥？阿伯，我还没看。他收我们业界的钱，还害业会的脚受伤，你怎么跟他有关系？我准备一个所在给你，你先休息一阵。我看到安可啊，甲伊讲有笑，两个过来握手，感情也真好。你讲啊，这是唔足奇怪。你是讲大媳妇甲旁天来对，所以你是来抓奸的？张正南，连你换鬼魂也换鬼，我跟你死心，我跟你的家庭。叶芳，你听我讲。你什么人民讲啊？刚刚我请你死心口口跟你的婚姻对你来讲，几天把给打拢无？什么？什么情？情形啊？没有，你来接车。那天外遇的对手，洗衣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